大家好，我是 Mam 袁俊熙，我扮演小华。大家好，我是 Mam 的主持人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小明和小华在课室讨论即将来临的学习日。小华，你听我今次的课程未啊？我哋要去森林探险啊！森林？好惊喎！咁一阵会迷路，咁点算啊？唔使担心，有我喺度肯定冇问题嘅。他们两个一起攀爬，终于到达山顶。两个人行到森林深处，见到好多小星星。哇，系萤火虫啊！我打算有更多咁靓嘅萤火虫啊！萤火虫只会喺黑暗中出现，你睇下，黑暗都唔系可怕嘅。你哋成功咗啦！呢条系你哋返回现实嘅锁匙。多谢你啊，森林精灵！但头先我哋搵到宝藏喎。啊，我知道啦，宝藏就系勇于尝试同埋坚毅不屈，同埋克服恐惧。冇错，呢啲就系你哋面对挑战时重要嘅法宝，相信你哋明白了。做一个法宝就系小明，好彩有佢嘅鼓励。梗系唔系啦，其实我要多谢先啱啊，好彩有你帮我噶。今次我学习又学到唔少嘅知识，你哋而家可以出去啦。走。